根据这些人所提出的，圣经的现象包含着错误，那圣经一定在教义层面上是无谬的、权威的，但在一些事实性问题上却不是这样。事实上，根据你要应对的神学家和思想家，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来陈述。我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，这个反对的意见并不是说圣经里每一个事实都是错误的，他并不是在说这个。这些人是说，在某些的事实里存在着某些错误，并不是在宣称每一个事实都是错误的。好的，那这个反对的意见是如何被陈述的呢？非常有名的、为人广知的对这个反对意见的陈述，出现在1967年的福音派神学协会的报刊上面，在丹尼尔·富勒写的一篇文章里。是的，就是富勒神学院的富勒，他的父亲是这个神学院的创办者。他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，本杰明·华菲德，这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名的普林斯顿神学家，从口头全文末世推断，口头全文末世是圣经教义性经文清楚教导的，以此推断所有的圣经陈述，不管是给出知识，让人们有智慧理解救恩，或者是关于植物学、历史学等等，都同样是真实的。富勒认为这并不是非常正确的，所以他想呈现一个对此的稍微的修正。那这个修正是什么呢？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经文，一类是被称为启示性的经文，另一类是非启示性的经文。那这有什么不同呢？启示性经文是完全无误的，没有任何错误的，而非启示性的经文并不是完全的无误的。富勒认为圣经教导无误，并不是指着圣经所说的、所肯定的每一件事，而是指圣经所教导的所有启示性的事物。所以我们应该仍然使用无误这个词，但是它所指的范围应该被限制在启示性的事件当中。你可能会想，好吧，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富勒事实上也解释了在每一个类别启示性和非启示性中包含了什么。他说，在圣经中，那些除非神启示出来，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内容，这些是启示性经文。但是那些不需要神启示，我们也可以知道的内容，这些是非启示性的。举个例子，那些关于天堂存在的经文，关于末世的经文，我不知道，如果只通过推理或者是感知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类的事情？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启示类的。而关于谁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，在彼得否认主之前攻击叫了几次，这些都是关于事实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属于非启示类范围内的经文。但要记得富勒所说的，启示性的内容是完全无误的，
而非启示性的内容大部分是真的，但是也包含了一些错误，所以最终在启示类里包含着。在这个部分，我在你们的大纲上稍微改变了一下措辞，使它可以更加的准确，包含了所有那些非实证的、非物质的、非有情的事物。换句话说，通过普通的感知，你是不可能接触到的。因此，这些事物是不可能被证实的，或者是被证伪的。我在这里说的不能被证实或者是被证伪，是就一般的意义上来讲，我们证明某件事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。我没有办法出去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做一个调查研究，然后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天堂，神是不是为我们在那里预备了某些地方。而在非启示类别中，是那些所有本质上是可以实证的有形的事物，科学、历史等等。这是丹尼尔·富勒他的理解的方式。那史蒂芬·戴维斯是怎么说的呢？在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当中，这本书的名字是《关于圣经的辩论》，戴维斯是这样表达的。他说，我们需要区分无物和无谬这两个概念。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是互换着使用这两个词的。但是戴维斯说，让我们给他们一些稍微不同的定义。好的，那他想怎么定义呢？他说，无物的意思是，圣经是无物的。当切仅当，他对任何主题都没有做出任何错误或者是误导性的陈述。那无谬呢？圣经是无谬的，当切仅当，他对于信心和实践的事情上没有做出任何错误或者是误导性的陈述。我暂时的先停在这些定义的 PPT 这里，大家可以按着需要把这些定义抄写下来。现在戴维斯已经这样定义了圣经的无误和无谬，然后他说，我持守圣经是无谬的，但我拒绝圣经的无误。所以他愿意说，关于信心和实践是不存在任何的错误和误导的。他不愿意说，不管是哪个主题，是都不存在任何的错误和误导的。还有另外一个作家，叫做伯克利·米克尔森，在一篇名为《圣经对权威的独特观点》中写道，这是1970年出版的书《圣经权威》里的一篇的文章。米克尔森说，关于无误的问题，一个人把经文视为是有误与否，取决于他使用谁的标准来进行判断。你是使用古代的标准还是现代的标准？所以他认为，对于无误的讨论，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的混乱，也是让人迷惑的，因为并不清楚我们是在使用哪个标准进行讨论。米克尔森对此这样说，这些都在你们的笔记上，不是讨论那些圣经没有做的，也就是圣经并没有尝试不犯任何的错误。我们应当集中精力在那些正面的事情上。是什么呢？正面的事情就是圣经在教导真理，它教导真理的方式和方法是使用古时表达真理的方式。在他的整篇的文章当中，米克尔森强调的是圣经教导的权威性。
换句话说，就是实践当中的教义。米克尔森说，那圣经的真理如何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权威的呢？当通过扎实的解释，我们对于内容做出恰当的应用，圣经就散发着权威。同学们，不要错误地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它的意思是，当圣经放在桌子上，未被打开，或者是你打开圣经阅读，然而并没有什么亮光时，那它就没有权威了。圣经的权威完全是功能性的。如果它以某种方式运转，促使你在生活当中做出改变的话，那么它就是有权威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它就不具有权威性。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与国际圣经教导与福音分享计划。这些晋升装备的机会是否可以被普世的基督徒获得，将由我们共同决定。我们非常需要并且感恩您在祷告与经济上的支持。获取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tvseminary.com。